Yo, 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刘海据点，欢迎来到刘海据点，很久不见了，我是刘海。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呢，跟你们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做 Pokemon TCG 或者是游戏的一个频道。那今天呢，我们就快速的做一个简短的开箱，因为珠子要到了，我过后会开珠子的开箱。那在珠子来临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圆满的结束。今天开国际版的 Crown Zenith。Pikachu， 你们说好不好呢？我看了这整个外观了，我是觉得很好看。那这个 Pikachu VMAX 呢，之前来讲的话，它就是偏那种笨重型的 Pikachu。Alright， 现在的这个的设计呢，还是一样的那个 Pikachu 感觉，就是换了个角度，然后就是往右看的。Okay，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以前的那个 art， 然后它是偏可爱画风的。So， 我觉得这整个 Crown Zenith 是很好看，它这整个礼盒它旁边的 texture。就是有那个 crown 在旁边，金闪闪的。那今天我在这一间叫 Unity 的 ，OK， 它是卖主要卖游戏的一个商店 ，OK。然后我今天也开 TCG， 因为我们的 Unity 这里开始有贩售国际版还有中文版的 PTCG 了。那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过来这边找一找这些商品嘛，或者是找我们打牌，我们也会做新手教学。好，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我们的开箱吧。OK，so 一开出来，里面有的内容物会有这个大的 Pikachu V Max， OK， 还有这个小的。OK， 实体的我们卡 Pikachu V 还有 Pikachu V Max， 然后后面还有就是1、2、3、4、5五包的 Crown Zenith 的卡包。Crown Zenith 的 ETB 目前很多卡店都断货，所以相信这个商品来讲的话，想要拿到 Crown Zenith 的玩家都会虎视眈眈。好，那这个卡盒呢是开个双色我的 ，Alright， 那你们还想要有找？这种 Crown Zenith 的 Pikachu 礼盒的话，你们可以找它。Okay， so 这个卡包等一下会开给你们看，先放一边。这是 Pikachu V Max， 金灿灿，又大又肥又可爱。这边开。Alright， 这边还有它的这个 code。OK，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皮卡丘的话，那这一版的话就很值得收藏。OK， 这个是 Good for Pikachu Lovers。今天在 Unity 这个福地 ，Crown Zenith 有很多好东西，但我开卡包从来就没有有运气过。今天运气是怎样？又刚好回来去开卡包，我觉得怎不可以要亏待我吧，对不对？五包里面都可以出一点一丢丢的好东西。我也是满足了。好 ，Let's see， 这一次我可以开到什么呢？很久没有开卡包了，害我昨天还要去 YouTube 一下看人家做那个 Cut Tricks。OK， 国际版是五张。好。OK， 哎，感觉是错了，因为第一个不是 Energy。好，没关系，凡事都会有一点点小失误。OK， 第一张，这个才对。OK， 第一包是假的，没有东西。第二包，可以，看看，是不卡？哦，看这个，可以。OK， 下一张哦。OK， 我们有一个地图 Luna Tone。OK， 这是不错，起码第二包就有一点点东西可以看了哈、哦。好，加入。
好，来第三包。这个，有东西吗？一个有签名的 hook。好，第四包。哦，我做错了 ，But then， 开到了全图人物 ，Nice， 这是 Fresh in 溪水洗碎地区的大家的一个集合，好漂亮啊！好，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一转过来就是这样，不是五张吗？看来我回去要好好恶补，我回来怎样开卡包，因为通常一开是一个能量，我把这一个东西做出来。OK， 好，这一个有赚到了，好吗？那我们看剩下的吧。哎，这些都可以在标准继续用的卡，还有那个 Ribbon。OK， 好，感觉可以再看看这一包是不是可以出一个 V。So far， 意图有了，签名人物卡有了，全图人物卡都有了，很棒，对不对？不管会不会开到 Mewtwo， 拭目以待。OK， 可以这个送你们的。好 ，Let's see， 1, 2, 3, 4， 刚才我是五张废物了，试看四张。OK， 哎，能量哦，四张哦。看来有每一个卡包的那个 cartridge 是不一样的。好，刚才那个事故 ，OK， 这个就是刚才这个的分析哦。好 ，OK， 这个是 Cherubi Starly，OK Switch， 有吗？哦，三个 Switch， 我还以为这张不是。OK， 好，开完了。所以这个皮卡丘礼盒我得到了不错的成果。OK， 希望我制作视频我也会不懈努力，多花一点时间剪片，说保持那个片量，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出去，然后打开小铃铛，以不至于错过我的每次的更新。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拜拜。记得要订阅、开启小铃铛哦。